么书呆子来了啦？啊，叫你进来。哎，你鞋子怎么不脱着进来的？随你呀、啊。对了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来做报告哦。我在玩电脑。先帮我读一下。对，我带了这一本，然后这一本，还有这一本，你要哪一本？不要，我不要做报告。啊，你要零分啊？对，不要。哎，等等，这样会影响到我分数，不要啊。没差、啊。哎，等等，你过来评理一下，这合理吗？都跟你讲没差没。他也不说话，真的。算了，我们两个自己做好了嘛。好，走。不要吵啊！怎么办？电脑坏掉了，他不能弄。谁呀、啊？在这里。喂？怎么？早就在父王了吗？没有，只是池子有点太。
我不能随随便便就被你们带走啊！因为我们老师常说，我们要保持一个手臂的距离，我们这样太近了。而且更何况，男女说不亲，没听过吗？我们这样成何体统？而且更何况，重点说，我不要上电视嘛！为什么要上电视？让大家看你笑话，大家都在笑嘛！你要做什么？不要害我嘛！小德子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勉强他。现在几点了？是你开了，吓一跳。哎，现在升十。啊，是哦，我的猛男现在开始了，下次再跟你聊天，拜拜。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了。哎哎，等等，现在你们两个去哪？上次看好戏了。看好戏都不帮我呢，害我在那边发飙。甘愿，我要疯掉，不甘愿。